好，节目打开，我们看一下现在排在比赛前面的有赛道栏有九号马沙盘男孩，中间有白色彩衣的四号马猛军英雄，大热门五号马黑色彩衣合力胜万里，半个马的领先在前。第二位四号马白色彩衣的猛军英雄，见内栏还有红色彩衣一号马圣飞驰，马匹开始过弯，现在领先的变成四号马猛军英雄，在后面还有绿色彩衣的六号马征战四方，可八号马西域西驰现在排在比赛前面，半个马的领先在前，就是四号马猛军英雄，在他后面就是大热门差半个马位五号马合力胜万里，紧接着三个马位之隔红色彩衣一号马圣飞驰，接下来马匹还有征战四方精兵强将以及沙滩男孩，马上要进入最后的四百米直线冲刺了，两匹马的差距在半个马位，白色彩衣四号马猛军英雄，黑色彩衣五号马合力胜万里，现在内栏还是半个马领先在前，是猛军奥斯卡的儿子猛军英雄排在比赛前面，最后的四百米在外栏开始发力了，黑色彩衣五号马合力胜万里，已经抛离了对手，最后三百米的时候完成领先，已经切入内栏，最后的两百五十米合力胜万里向冠军进发，最后的一百五十米比赛还有悬念，在外栏还有白色彩衣的四号马猛军英雄，画面中间就是五号马合力胜万里领先四个马位，领先五个马位，没有悬念了，本场比赛冠军属于五号马合力胜万里。我们看一下第二个经过终点是红色彩衣的一号马圣威驰，第三位有两匹马，我们稍后等待一下终点的计时。